哎呀，你看这个打砖哈，你看砖这侧面都是有个斜面，这砖是哪儿拆下来的呢？这种砖就是邓江砖，就是李成儒说的养蛐蛐那个邓江罐，故宫长城上都是那个砖，邓江。这是我们家大丝瓜，树上掉下来的柿子。我这刚来的是什么呢？是一哥们儿，不是珍珠米啊，是北京话叫老玉米丝儿。什么是老玉米丝儿呢？是把老玉米，东北话叫大碴子，就是老把老玉米没碾成面，而是碾成小的颗粒。现在都实行吃粗粮，那粗粮呢，不是说工厂造的那种粗粮啊，而是老百姓家里自己种的，就那么几颗老玉米，那老玉米自己，然后这哥们儿，你看。唐老师，这是我母亲亲自弄的，请放心食用。点窗律师曹大海，这是他的电话。谢谢曹大海，素昧平生。你说这吃着人民的粮食，我就感觉我就跟当年的红军似的，是吧？所以我接着说啊，我现在基本上在三个地儿说话，一个在新浪。新浪是我最早开始说的，但说着说着为什么少了呢？新浪莫名其妙封了我90天，也没告我为什么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封我90天。好多人说是一定是现在都手机定位啊 APP， 你肯定去见了什么人了。我说我没发，说你没发，人家新浪也知道你去哪儿了。往我这么一想，新浪是保护我，怕我一不留神，我这人老喜欢多事儿，一下把这玩意儿发出来，啊，那不倒霉了吗？他先封我90天，啊，让我这90天无鸡六兽的把这事儿躲过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所以新浪也许是好意，但虽然是好意，我已经不习惯新浪了，以前我特推崇微信公众号，微信公众号也现在是特是我的主旨。我现在今天中午我看我的微信公众号的永久订户有85000多个，啊，85000多个了不得吧？你看那些微信现在最牛的叫10万加，就是有一条发出去有10万个以上人看了。现在我随便我天天我放个屁都85000加，85000加，这就说明我一上学的时候是好学生。在学校时候就参加了革命，政治可靠，基础知识严谨。另外重要的是在屁大学会了一颗学习的心，永远 universal， 随时学习。现在我你看出什么最新的手机，比如华为 P40P， 我马上就要换 M40P 了，是吧？因为华为这种叫什么国产极品，每出一个就给我一个，给我用的不是说我们俩勾搭连环，是让我提意见，因为我是战地记者使用它，所以就给他提这意见提那意见，尽管有用没用啊，我是战地记者，按照战地使用的。第二，我这狗嘴不吐象牙，什么恶话都敢说，不像别人都说好，为什么现在都不给那些说好话的人了呢？说好话的人说好话没用，我说这儿不好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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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不好，把华为的那个技术副总裁都给说烦了，哈哈，每次都说老唐你别说了，老唐你别说了，啊，我说完了我还写一张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哪儿不好，所以现在华为那个摄影的手机，无疑是好用，真是好用，我今天刚那个，我出去我那小摄像机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我第一次用华为 P40P 拍的后海，拍了2条，都是很棒，
因为省事儿啊，现在是 more 省事儿 ，more simple，more simple，more powerful， 简单就行，不像以前还摄像机，还转码儿，还编辑，现在这个一镜到底不剪辑啊，我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，我就是尝试用各种东西。这两天我还是发现了一哥们儿，原来他说他在烟内斜街那个开过酒吧，其实是一大摇滚大星，所以口若悬河的一北京爷们儿。现在在加拿大，在加拿大的冰天雪地里边啊，殖民直到那儿去了，有好多枪，啊，有好多卡车，都是我小时候崇拜的。我现在身体不行啊，我也不敢去那地儿了。现在我知道我那儿一兄弟啊，还有一个声音特好听的弟妹，在他边上老给他那儿敲边敲锣边，也是北京话，所以我上他们家就吃喝不愁了，刚说那么半天。又忘了，就是这个，唐老师，这是我母亲亲自弄的，请您放心食用。啊，你想想，他妈在农村，啊，这大冬天儿，啊，用那碾子把那老玉米豆给我碾碎了，给我吃。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你来干嘛？哎呀，感动人，点创律师。这新中国改革开放啊，有两类人富起来了，一个是医生，好多医生，大富大贵了不得了哈，还有的就是不当医生了，当卖医疗器材去了，卖药品去了，也都是大发，还有一个就是律师，但律师承担的责任也多，我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医生我不熟啊，医生都是我海湾战争综合症，后来老住医院。中国著名的医院我全住过，尤其是军队医院301、307、302，305，哈哈。而且军队的人呢，他们崇拜打过仗的人。虽然我打仗是看热闹了，但我好歹也去过几个战场呢，伊拉克战场、以色列战场、缅甸战场，啊，还有好多什么就不便说的那个连打带杀的，所以医生对我都特好，都免费给我治疗，感谢那些，啊。感谢老玉米豆，感谢老玉米碴子，感谢点创律师曹大海和你的母亲。我这刀背刀说呢，最近进步很大，是依赖于那个西瓜。美国制裁的一个东西叫TikTok 啊 ，TikTok 下边有三块，一块是今日头条，看上我拍的照片了，更看上我的文章了。去年以前是要我的照片，一个月给他几组，今年不是，说要我的文章加照片，所以文章就写，这个月我已经给他写了4篇文章了，但是我画蛇添足，越改越好越好改，结果改出事儿来了，有敏感词了，结果有一篇已经夭折了，下回写完就得了，不再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这是 TikTok 的第一部分。今日头条，它第二部分叫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比较好，啊，以前我特别难通过，我掌握不了这个度，啊，最近他告我，啊，因为他人家也不好明说呀，人家是网管，人家就说，你第多少多少秒有问题，这就很好了，我就把那多少多少秒前后我一看，我多聪明啊，是吧？铁公鸡、雌仙豪、玻璃耗子、琉璃猫。我一看举一反三，我就知道以后这类事儿我就不说了，不说我也省事儿，是吧？我一定到底不剪辑，不然我还得剪辑。第三个呢就是抖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永久封号。我一兄弟叫小三儿呢，原来是电视台名主持，姓名排英文阿拉丁字母第三，啊，后来来大学当名教授，我就说，我说你写书写不过我，拍照片拍不过我，啊，你说话你干嘛不做那抖音说话？他说不让他抖，我还不信，结果我去抖了，我有17万、18万粉丝的时候，突然我那抖音没了，啊，然后那个，有一个给新华社提供通下水道啊，什么给新华社的那食堂，什么送就是提供各种卫生保障的那么一个人。啊，那天他请吃饭，我去了。结果新华社管后勤的那个头叫刘云龙，31年前给我当过司机，跟我枪林弹雨过。他们租他们家房子一个人是网管，是抖音的。找人一问就说：“
你那画面里边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了，啊，这是租房的人这么辗转告我这儿的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就如果网管明确的告我说哪个地儿不能说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知道了我不就不说了吗？是吧？不说了，你也省事儿，我也省事儿。感谢，这是我母亲亲自弄的，请您放心食用。点创律师，冷，回家，回家，冷，冷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吧，啊，回家，乖。